教妇女他们班，就现在三年三班的时候，他们在一年级国乐的时候是我教的。然后那时候，因为之前我听到一个国我们学校承办国文领域的研习，所以我是承办处事，我就只好在现场听一个台南女中退休的老师，好像是南方讲堂。的一个退休老师，我一时间紧张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哈，一个老师的，反正你打南方讲堂，就可以找到一个台南女中的退休老师，国文老师，他很棒，他有分享关于他帮台南女中的学生做他们国文科的学习档案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想，那我数学科我是不是也可以采用他的模式来做做看，所以就在树林他们班。那年的一年级，我只教他们班，我就试着做，然后每个学生都有，我的目的是每个学生都要做出来，所以就是上这上一上东西一上，然后我里面的内容原则上第一页就是，反正这个比较漂亮，这是我后来又跟他们借的哈，就是第一页就是。自我介绍，因为我希望他们在每一学期开始写这张自我介绍个人小档案的时候，可以三年之后可以知道自己国一上或国一下、国二上、国二下想要做什么的目标，学习目标是什么？好，这是我的想法。那接下来啊，其实里面很简单，不要看这一本这么厚啊，其实就是所有的讲义啊、考卷啊等等，好，那。那我今年，等一下再讲，这是我其实没有支持很久，好，所以那我今年还是会，今年我一年级教三班嘛，而且我荣臻可以合作，我就更放心了，所以还是我已经发下去，每一二一三一四，每个人写一张自我介绍，好，然后还有一张今年多了右边的这一张就是生活大事记，我希望他们就是一学期下来，可以记录一些发生在小至个人的哈，然后慢慢是班上，然后学校，然后他的社会不国际大事，那也是那个国文老师分享，就是希望学生是关心他周遭的环境，不是只有读书。那我刚说你把重要的事情记下来，我就刚举例说，如果说现在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对叙利亚打了第一颗炸弹之后，就可以记下来，记下说。这国家因为什么事件对叙利亚发动攻击？只要这样简单的记录就好了。那这张大事记如果写完了，你可以再跟我要，就可以再跟你。然后资料写，写整齐哈。那里面就会有学习单，你每个单元发一份学习单。我要求学生，我给他一个透明的资料夹，每人都有一个，然后按顺序放好，然后每次的考卷按顺序放好。也就是一个透明的几块钱的资料夹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呢，我曾经希望我可以给学生很多科普阅读的东西，所以右边的这一张是我三年前、两年前做的格式，右边这一张我会这个学习单会出来，可能只是学生上课不经意问我的一个问题，比如说。我忘了在上什么，应该是上科学记号吧的单元的时候，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老师怎么知道地球有多重？我想天啊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我昨天问地科老师地球到底有多重是怎么知道的，因为科学记号会是大数嘛，学生老师怎么知道地球有多重？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说我回去查一查，下次再跟你讲。好，那学生这样的问题会引导我们去，我们自己读硕士没想到嘛哈，老师叫我们算科学记号，我就算科学记号，我也没想到那题目地球有多重到底是怎么来的，那我可能就会去找资料，那找到资料之后，那是学生上课抛出来的问题，我就这样学习单给他，那写了网络上比较简单的原理或方法测量的方法，然后希望他们看完这篇文章之后，我没有想到要给他们太大的。作业压力就只要写50个字的心得，那我通常就只会在上面打一个勾，然后写个日期，就这样子哈。
好，那今年呢？左边的这一张是我今年想要做的哈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这次暑假产研习的那个多元皮囊袋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有数学性，就是我如果给学生资料的时候，我可以设计的平量题目，让他用数学的方式，也是表达出来量题而已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学到的方法，而且下面的十分的题目蛮好的。然后那左边这个格式我有放在那个我们的学习社群里面，这是我要交的作业哈。我觉得这个格式，我觉得今年我现在感受到非常好用，所以我想说未来这一年我可能会两个格式混着用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学生的这些学习单也会附在这一个答案的，都收集在里面。再来，我会一次段考结束，因为我知道我花了多少学习单给他嘛，我会给家长一封信，然后那个 U 型奖整个带回去给家长签。我就是给孩子这么多东西，然后你是不是平常考卷我也要他们签名哦？是有些学生可能签不起，但是这一张一定要签。我平常陆陆续续给你的这么多作业，这么多的学习单，这么多的分享，然后你的成绩。你的分数几分？你的孩子分数几分？然后家长签名，那有些家长会在上面给孩子鼓励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老师们可以合作，是一份活动出来。我暑假就我写了一份活动出来，我就跟荣真分享。所以荣真，我发现他有在教室进行。那我这里放的是我们班的照片哈，没有放荣真班的照片。那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，好，所以这是分组活动的时间，好，好，那先，然后第一学上学期哈，上学期就其实后来并没有学所有的学生都做到好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，真的把资料完整的收好，然后交给我就帮他交装成一本，好。到了下学期，没有了，里面已经没有阅读单了，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不够用，所以下学期呢，只剩下考卷跟学习单，已经没有阅读单了。因为我觉得我分身乏术，每次，两个礼拜要剩最少阅读单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。当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真的需要团队的合作。如果所有的学习单都靠一个人这样来发展出来的话，那真的是很吃力的工作。所以今年我是跟荣真说，我们来合作。那我们也会把我们两个合作的东西都，PO 到社群里面，让数学老师们可以大家一起用，适合分享。谢谢。